哇，走这个迷宫哎！有在后面，有跑上去了。你为什么会走这个迷宫？我会呀。啊，是谁教你的？你们家有找迷宫的那个书吗？对啊。啊，你都用什么笔在走迷宫？吴欣逸都用彩色笔走迷宫。他你咋还不滚下去？耶，走到这里。走到。好咯，吴欣逸，我们要回家咯。你踩黑下去，踩黑啊！你下去，你踩黑，刚喊你。啊，弟弟，你们家住在这里吗？对呀。那你要回家吃饭了吗？没呀。还没呀、啊，那我们要先回家了耶。不滚下去！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家啦？等一下，那吴欣逸爸爸先走了。好了。啊。等一下，我等你留下来。好，那你排队，我等你溜下来。啊！怎么有一个人倒着溜下来啊？啊，太奇怪了吧？怎么又有一个人倒着溜下来呀、啊？啊。好了，那跟你的同学再见啊。说我们改天再来玩。好。